个落雨的周末，最近的天气都是很不稳定。我们今天就带 Teddy 和 Coffee 去科学园隔离的两栋大厦，叫做 19W 和 17W， 是室内场来的，里面会有一些休息的地方，也都会有餐厅。我们现在就出发啦。 19W 大楼呢有自己的停车场的，停车费用就是每个钟头$18。 19W 和 17W 的地下呢有几间餐厅，可以带狗仔来吃饭，大细狗都咁欢迎的，好开心啊！好多狗仔在这里，这里呢狗仔还可以落地行添啊！我们原本想吃这间餐厅，要坐出面这几张台，暂时都满座了。最后我们就去了隔离这间餐厅，近门口的位置都可以带狗仔的。我哋太肚饿啦，老公已经开始食啦。呢、这个常餐都好吸引噶，哇！肉酱意粉好香啊，下午茶都唔算细份 ，OK 嘅。肉酱意粉咧有啲淡味啊，你见我撩开咗之后，下面啲意粉个颜色都系比较清噶。个味道就淡啲，但系都接受到嘅。出边有个宠物公园噶，但系而家落紧雨啊，所以都出唔到去啦。而家带佢哋去一楼，有一个宠物友善嘅工作空间。我哋嚟到一楼啦，咁呢度咧就系俾人有时喺度做下嘢啊，坐下休息下咁嘅，咁都有几间餐厅啦，就可以买完嘢食之后喺出边嗰度食嘅。我哋而家上埋二楼嗰度望一望先。虽然天台而家落雨出唔到去啊，但系都影一影俾大家睇系咩样啦。天台有个草地，有个花园，两边都有噶。不过而家落雨啊。今集嚟到呢度又结束啦，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